你不是都猜到了吗？就因为被关在学校那几个日本人啊。嗯。你怎么没去啊？你不是说了不让我去吗？哎呀，这回这么听话呀！我不是听你话，我是有最起码的判断力，而且沈君山也没去。 沈君山去不去跟你去不去有什么关系啊？沈君山没去，就说明这件事有问题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凭什么这么相信沈君山啊？再说了，我也不说那帮人不靠谱吗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比那帮人更不靠谱。哼，就沈君山靠谱。是，他比你比那帮人都聪明多了。 你哪只眼睛看着他比我聪明啊？哎，你离我远点！哎，我说，你在宿舍能不能穿件衣服？你知道人和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在于哪儿吗？就是人知道羞耻，知道穿衣服。整天光着个膀子在宿舍走来走去，你跟动物有什么区别？哼！大老爷们儿光着个膀子怎么了？啊？再说了，什么叫光着？这不是衣服吗？啊？来来来，给你看什么是光着。流氓！ 你干嘛去？洗脸。你不是洗过了吗？再洗一回不可以啊！肯定是被我的身材迷倒了。